长期的压力会让我们变得比较紧张，长期的紧张会让我们变成焦虑或是抑郁的状态。同样，长期的焦虑或抑郁会让你变成这样的一个症状，就是持续的症状。那长期的焦虑或抑郁会让你变得狂躁、不安、精分。大家听明白这之间的关系了吗？就是不要让自己长期处于一种不稳定或是不舒适的这种状态当中，情绪当中。当你的这种情绪或者状态来的时候，你该怎样的去消化它，去认知它，去接受它，这个就很重要啊，这个真的很重要。所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你怎么去跟自己相处啊，怎么自己跟自己去稳定的相处，舒适的相处，和谐的相处。所以说及时观察自己在不同阶段的不同状态变化，你这样的话你才不会让自己陷入一个又一个的深渊当中啊。希望大家有所警示啊，有所警示。所以说我为什么讲累了就休息但不要放弃，这也是对自己情绪的一种安抚。所以说希望每个人都重视起来。